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在蓝月相遇，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之后我进了电视也是你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像个傻子一样被你牵着走。最可笑的是，我居然嫁给了你，我嫁给了整整杀我阿爸的人。这一切都是为什么？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声！你离我远一点！我以为我可以平平静静的生活了，我只想要一个安稳稳的生活。刚刚准备要接纳你，我多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，是你自己亲手弄坏了这一切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 我在公司呢，学会撒谎了是吧？啊，陪你一起去妇产科的那男的是谁？你是怀孕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是田阿姨告诉我，你打算瞒我多久啊？啊？你跟我要户口本，是不是去登记结婚呢？结了没有？ 那孩子是谁的呀？哎，不是妈，严小晨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！未婚先孕，你要不要脸呢你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在听吗你？赶紧回来，从上海给我回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怎么了？你妈说什么呀？我妈知道了。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？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，不是自己能决定。 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，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。 他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他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他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。 然后，他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这样已经习惯了。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。 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啊，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。
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 陈志远，你疯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，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。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交易？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，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。 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，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对不起，喂，妈。严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。 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，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我没有，妈。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真的，你撒手！ 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抱大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，妈，有本事做不敢认，是吗？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！妈，我都没脸！哎，严志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！你听我说，不要脸呢你！ 我都觉得没脸，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 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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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？你，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 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，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如果。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 小小，你别走。小小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小小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。 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
小小，对不起。 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，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。 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，你现在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 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，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。 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小小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。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，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的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。 而且程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程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，但是小小，你真的爱他吗？ 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小小，小小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。 小小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。但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。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的是，我终于知道你所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。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。我难过的是，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导致了你爸的意外。 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难以相信，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，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，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了，
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，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。知道这些以后，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，你和我说的你们家那些故事。笑笑，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，我会祝福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一切方式向你和阿姨赎罪。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，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。算你还得有良心，记得你爸的生日。今天那份数据分析做得很好啊，多亏了你的指导，妈。妈，怎么了，妈？哎，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好好说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说话。明明知道沈侯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还敢做这个？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沈侯的？妈，您说说。没你事，我问他呢，是不是沈侯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就说明你承认了，是吧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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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点，妈，放开我，妈，妈，哎呀，妈，你冷静点，妈，程志远，妈，你干嘛要这么护着他？这孩子不是你的，志远呐，好孩子，你明白点，这孩子不是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？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啊，你戴着绿帽子替人家养着孩子，这对你脸上有光吗？你要是生不出来，你找个好点的人养啊，你就不怕你程家祖坟里跑出人来来找你来？妈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妈，妈，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你个造孽的，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，你爸死不瞑目的，他会快去把那个孩子打掉，你要跟沈侯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我饶了你，我让我就踩死你，妈，我踩死你，我踩死你，妈，妈。哎，听说这两天咱医院楼下的酸奶可在打折呢。是吗？对啊，小刘买了好多呢。他买那么多干嘛？这东西又放不住的了。那谁知道？
怎么了？孩子胎心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程总，我去买样东西，回来太太就不见了。医院里面找了没有？要不报警吧？还没到24小时，警方不会给立案的。小陈出门的时候，手机是充满电的，他应该是故意关机。小陈，小陈，走吧，这里太冷了。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今天去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的胎心停了。醒醒！石猴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。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更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生育。烫，去拿3个碗去。来，还有一碗。
自己。两个，先晾着。志远，哎，待小陈好一点，你们两个都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啊！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对小陈好的。谢谢。喂，喂，你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怎么样？今天过得如何？都做些什么呀？我跟魏彤聚了聚，挺开心的。你大概几点回来？差不多十点的样子吧。哦，那你辛苦了，在高铁上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我等你回来。你不用等我了，你要是累了就早点休息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惊喜说出来就没意思了，等你回来自己看吧。我很期待，希望不负你的期待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Thank you.
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new project? That seems reasonable. I hope we're not in over our heads. Oh yeah, of course. 我开会呢，长话短说。那你个事儿啊，陈志远当年从美国又回国之后又回了美国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5年前吧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几月份你还记得吗？夏天，应该是7、8月份吧。问你啊，他有改过名字吗？改过呀，他以前叫程鹏。他没有跟你说过呀？我估计他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了。小陈，我回来了，还没睡啊？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我先去换件衣服啊。程鹏，7月22号，你开车撞死了一个叫严志强的男人，对吗？事情发生之后，你不敢面对，你自己跑到了美国去。是郑建国帮你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了，对吗？你转过来啊！你转过来！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在蓝月相遇，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之后我进了电视也是你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像傻子一样被你牵着走。最可笑的是，我居然嫁给了你，我嫁给了真正杀我阿爸的人。这一切都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声！你离我远一点！我以为我可以平平静静的生活了，我只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。刚刚准备要接纳你，好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，是你自己亲手都毁了这一切。你已经毁了我们家的生活，你现在还要来毁了我，为什么？陈志远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离我远一点？从一开始就离我远一点，你永远不要让我知道真相，多好！我宁愿一辈子被蒙在鼓里，像个傻子一样，我都可以啊。你爸林思谦跟我说，他有个女儿。今年18岁，刚考完高考，分数考得很高，但却上不了本该他上的学校。他说他害怕，他害怕他没有时间了，他害怕他以后保护不了他女儿，所以他拜托我，让我照顾好他女儿。我承认，我
我一开始接近你，是带着目的接近你。车祸后的那几年，我一直默默的关注你。我知道你上的什么大学，念的什么专业，跟你妈过的什么样的日子。我还知道你在蓝月打工。 我本想着碰我运气，可我也没想到，因为一个赌局就跟你认识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也许是你父亲在天之灵，让我跟你相遇的。但这些年。 真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只想替你父亲好好的守护你。你根本就不配提他。是啊，我不配。你打我吧，我不配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 Smith, I'm very busy. I will find another time to meet him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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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 项目资料看了吗？大概看了一下。有感兴趣的吗？也就那个在线教育平台还不错。你也这么觉得？当然了，那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项目。那个公司虽然才创立了不到3年。 但是在业界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，好多家大公司都想抢投。不过听说那个创始人对投资方特别的挑剔，所以我思前想后觉得好像只有你回去谈最合适了。所以你意思是让我回国啊？怎么啦？都3年了，还不敢面对啊？ 已经找到回国的理由了。哎，你好，我们跟沈总约过了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沈总。
这里有两位客人找您。行，那你先带进来吧。你行啊，猴子。啊，找着前妻了都不告诉我了是吧？什么前妻？投资人提前到了，你要不赶紧准备一下？准备什么呀？严耀晨在门口呢。孙子，前台你还跟我装傻是不是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本来说的是下午，但是严经理急着想过来看看。林老师，你就是美国来的投资人？你好，我是欧弟资本严小晨。你好，严经。严经理，您稍等，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。好。小晨。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我一会儿还要工作。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？后天吧，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儿。好，我等你。先走了。给你带你爱吃的东西。你是谁呀？是你闺女呀。我不认识你。要调哪个台？我给你调。声音太小了。哎。现在呢？嗯，好玩啊。嗯，妈，我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小菜，这还有粥。我见过你吗？你是不是想起点什么来呀？我是。认错人了，我是小陈啊，我是小陈，我是你闺女。小陈是男的，哪个小陈啊？护光小陈，不一直都是小辉在照顾你吗？小辉也照顾，小陈也照顾，都照顾。妈，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这都是我找着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小的时候爸爸给我做的小帆船，还有这个小拨浪鼓。你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你跟爸爸说，咱生的是闺女，又不是儿子，你给他做一拨浪鼓干嘛？你后来还老拿它逗我玩，你记得吗？你看，闺女好，闺女俏，闺女好，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。我就是喜欢你闺女。闺女可好可好了，你怎么哭啊？妈，我想你了。好可怜的小孩儿啊。
先找你妈妈去吧啊。你就在这儿，我找谁去啊？我要看电视，我要看电视。喂，又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我考虑了好长时间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，毕竟你知道了也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。严有真回来了，是 Cindy 告诉我的。他不是在 Cindy 的公司吗？但是他这次回来完全是为了上海的公事。如果你见到他了，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吗？陈志远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喂喂，志远，我先挂了。你来这儿做义工是为了我吗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每次看到方怡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她和你现在应该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。我其实经常会想起你，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事情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。我越是想去忘记，就越记得清楚。后来我告诉我自己，应该去恨你，是你毁了我的生活，同时还欺骗了我。对不起。可是后来，我换了个角度去思考。我思考，你在我爸离世之后，你是背着多么大的负罪感来接触的我。你甚至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，还去安抚我妈的痛苦。我想到这些，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。应该恨我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可是责怪别人，只会让痛苦不断的加深。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断的反省自己，才能真正的成长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我也有错，我错在我爸离世之后，我把所有的怨恨都转嫁到了别人身上，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了悲剧的主角。我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，可是我明明知道我妈比我要痛苦一万倍，我反而没有去安慰他，我而是任性的选择了逃避。我先是逃到了上海去读书，然后逃到了美国去工作。其实我妈是因为害怕像失去我爸一样失去我，她才歇斯底里的把我拴在她身边。我如果当初有足够强大能明白这些，我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，可能我妈现在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可以解脱，解不开困惑。小陈，成长了很多，也坚强了很多。结果千里奔波输给，但你知道吗？
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。愿你拥有幸福，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义工，但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了有一个人是因为我而失去生命的，他们还会冲我微笑吗？我之所以会主动找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再用这种负罪感来折磨自己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这儿再当义工，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。你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有你自己的工作，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纠缠一辈子。在命运面前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？伴你环游世界后经过，时间沉默，以后不一定经常能见面，但是我们还是朋友。谢谢你的原谅。为解脱为难了心魔，为何尝尽苦果却没有结果。千里奔波输给你的懦弱，如今已坠落在海底斑驳。伴你环游世界后经过，时间沉默如烟飞过。没打扰到你吧？我已经写完了。你买饭回来了？既然你没有时间跟我出去吃，我只能买回来了。这家店是我无意发现的，老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杭城人，做的一手正宗的杭城菜。我想你在美国待了那么久，也许会很想念家乡的味道吧。快来吃吧。快，先尝尝这个。这个啊，是我每一次去他们家店都必点的一道菜。快趁热吃。来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松鼠桂鱼吗？你也爱吃。沈豪，我刚才说话有点过激了，对不起啊。
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妈在哪家疗养院的？是魏彤告诉我，不过你别去怪他。我一直很注意，从来没有在方姨面前露过面。刘阿姨就住在这一间。她最近好吗？挺好的，心情也不错。要不您进去看她一下？啊，不了不了，不打扰她休息了。啊，对了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她。啊，有点沉哦。啊，先生，你是刘阿姨的家人吗？她是我的家人。啊。别跟他说我来看过他，我下次还会再来看他。啊，快吃吧。我刚才已经跟公司提交投资立项申请了。这么快就决定了？得到投资人的信任，你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很高兴，只是我觉得你应该再考察考察。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创始人跟我提这样的要求。因为这样，我就还能有机会见你。再尝一个这个吧。明天我去临江出一趟差，去谈一下线下教育平台合作的事情。如果严经理有时间的话，不如一块儿去，就当做是深入考察。好啊。小姐，请了紧急通。
后会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等待降落。怕吗？哟，回来了，玉工，就这么走了？哎呀，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放过假，怎么需不需要我给你打个假条啊？有，不敢不敢了，这公司是您的，您想歇多久歇多久。要是有一天公司黄了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躲在被子里哭的人又不是我，应该是你。行，看你状态不错，我也能放心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度完假回来啊，就换你了啊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美国找Cindy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找他，应该他回来找我。还是忘不了吧。我留个纪念不行吗？哎，行了。哎，我是真弄不明白啊。你说这严小晨的母亲已经原谅你了，对吧？那你还有什么不敢面对的？哎，我说你在讨论别人情感问题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松啊？你先想想你自己行不行？刚才 Cindy 啊，给我发了一个视频。给我。近日，一段飞机险些失事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，其中引发网友热议最多的是当中的一对年轻男女。不，严小晨跟沈红吗？他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。却在以为生命即将走向最后关头之时，勇敢地跨过人群，紧紧相拥。想不到一场虚惊，竟促成一段良缘。蓝方，谢谢。你这样要去哪儿？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行。不说也行，那咱就喝一杯。这一年多以来，谢谢你对方怡的照顾。你之前说话好像没今天这么好听啊。以前我们是对手，现在我已经出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跟小陈，其实在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你们两个那个拥抱，我就应该明白了。原来那天晚上你也在啊？我说沈侯啊，其实我挺不愿意告诉你的，但那只是一个友情的拥抱。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倒是你们在飞机上那个拥抱，才让我释然了。
今天是我的好朋友威廉姆生日，我在这儿要为他唱一首歌，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座的我的两位故人。想要